你在叫我吗，宝宝？妈咪来了，妈咪来了。女星赵小乔2017年与刘亮佐结婚，2022年诞下女儿点点宝宝。近日赵小乔分享女儿淘宝的影片，惹哭一票网友。赵小乔发文透露，女儿现在满八个月，已经会叫妈妈，表示她现在只在淘宝的时候才会叫妈妈。明明哭丧着脸，但我在旁边真得好开心好感动。你在叫我吗，宝宝？妈咪来了，妈咪来了，宝宝，妈咪来了，妈咪来了。不少网友看完影片后直呼：“我眼眶都红了。”为了这句“妈妈辛苦了好久好久”，感受到你的感动。